觉得有一些突发的状况，我需要跟几位老师商量一下。经过几位老师的同意和认可哈，我希望刚才的 Tiger 和丹增跟那四个人，每个人再唱一段，让即将离开舞台的学员能够有机会在台上留下一个作品。我觉得这种分别的方式是最完美的。那比如说，如果说我和志宇直接一个谁晋级，那么首先我俩这两首歌曲都没有，有可能被淘汰的会唱，就被待定的会唱，但是晋级的这个就不会唱。也感谢李健老师对我演唱那首《干杯朋友》的肯定。谁走谁留，一定会有分别的时刻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一定要说分别。那我觉得这种分别方式是最好，而且是舞台的目的已经完成了，就是想能够老师给我转身，尤其是心仪导师李健老师，没有任何的遗憾，所有人都一样。